已经不是每个人有太好了，让我想想前面说的，就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习惯嘛。谢谢你们，哇，good good，不要走，我要再签名。 什么问题来着？那明天是晚上5点的比赛，对德约科维奇，他刚刚也过来跟大家打招呼了。那你想对他喊点话吗？不想喊话，赛前喊话不是我的风格。我还是努力做好我自己能做的，然后明天竭尽全力去拼吧。因为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机会，因为也从来没有和世界第一打过，真的从来没有。我不管又何况是三巨头的世界第一，所以说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场比赛，对我来说，我也会。当然，我不会只为了上去参与一下而参与，肯定是以赢的为目标去打这场比赛。